牛は戦国玉工場団。日本の戦国時代の魅力、また会おうこと。甲府城是位于山梨县甲府市，别名武学城，是山梨县指定文化财产之一。甲府城曾经是一座20公顷左右的广阔城堡，而依家城址的一部分成为了武学城公园和甲府市历史公园，开放给公众参观。天正十年1582年，武田家灭亡后，甲斐首先成为织田信长的领地。本能寺之变后，成为了德川家康的支配地。但是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，秀吉命令侄子羽柴秀胜、部下加藤光泰等人开始在甲府筑城，最后由浅野长政、幸长父子完成。另外，庆长五年1600年关原之战后，甲府城再次成为德川的城，直到幕末。甲府城是江户时代初期，是将军家一门的特殊城。保永元年1704年，城主德川光丰成为了第五代将军德川光吉的养子子，搬到江户城西之院后，城主改由甲斐出身的侧用人柳泽吉保担任。但是直到柳泽吉保的儿子柳泽吉女转封到大和郡山城后，甲府城成为了幕府的直辖地，被甲府勤番支配。在这段时间期间，由于享保年间的大火，城堡的本院御殿和铜门都被烧毁，其壮丽的样子逐渐消失了。到了明治时代，甲府城被废城。明治十年前后，城内的主要建筑大部分都被拆除了。首先，整个内城开始被用作劝业试验场。第二年，段野曲伦设定为葡萄酒酿造所，失去了作为城国的功能。另外，依家的山梨县厅都是设立在旧落屋曲伦内，而随着中央线的铺设，屋形曲伦、清水曲伦亦都被拆除，城国进一步缩小了。
依家剩翻内城嘅部分保留住，作为城迹嘅景观，已经失去咗德川时代嘅面貌。剩下的城址是明治37年1904年作为武学公园，到了昭和5年1930年，随着甲府中学的搬迁，位于旧追守役所遗址的院厅舍和院会议事堂搬到落屋曲邻位置，同时其西侧南侧的护城河被完全填埋了。之后武德殿、恩赐林纪念馆、粤文会馆、议员会馆等都被设定在公园内。昭和39年1964年，作为城市公园的武学城公园决定重新规划，再次进行整备复原工程，段野曲邻门、渡河曲邻门等门和渡河老相继复原了。